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二叔。那么今天的话，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工作，就是为我们的短视频内容做一个规划。那么有很多朋友或者学员跟二叔聊过，想自己做这个短视频也好写文章也好，或者是长视频也好，那都是没有结果的，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规划。那没有一个规划的话，你就今天想到一个做什么，那你就做一个，然后第二天没有精力或者是没有时间你就忘了。这样的话，你的内容营销的计划的话就会流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短视频的内容规划。那么首先第一步的话，我们就要去怎么样？去找我们的关键词。那我们是直接问 GPT 吗？那肯定不是的。我们首先肯定是还是要来做一下调研。那比如说二叔今天就用这个谷歌关键字规划工具来做一个调研。这个中国的话我们就给它去掉，然后选全球，中文简体这个默认，因为我接下来将做的是我的内容规划但是思路和方法大家就可以一起也用都没有关系的。那首先我们就做一个谷歌广告的。那我们把我们的主关键词放进来，然后我们就获取结果。这边的先给它擦掉，这里可以擦掉，也可以参考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搜索量。我们去做我们的短视频，或者是写文章，或者是中长视频，那肯定都是要基于一定的搜索量去做。不然的话，你做出来的内容，它也没有人看，除非你出的那个主题是非常新奇，或者是解决问题才有人看。但是我们实际去做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去打无准备之仗。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关键词了，那我们就筛选一下。总体上来说，二叔现在是做这个，谷歌广告的代运营和这个线上课程的，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的售卖，所以的话，这些东西几乎是二叔都可以直接用只要有精力都可以去做一下这些内容，但有一些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先考一部分吧，这里有很多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是筛选的。那我们现在是选择了100行，那我们复制过来。那我们现在考到了这部分的关键词以后，我们要去干嘛？我们要来这边去给关键词处理一下。又来到我们这个 AI 提示词工具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记得就这个。然后我们往下走。我们现在第二步需要做的就是给这些关键词分类。这些关键词它也是有优先级的有个高低贵贱。那我们这里把关键词放进来了以后，我们这里再调试一下。这品牌名称就是二叔本人了。二叔的主要的用户就是外贸人。然后这边关键词的话就是谷歌广告。然后生成语言的话就是中文。
啊，这里先给它设置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这里好像有个 bug，还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先不管，那后面再去修复。那我们直接卡在这里也是一样的。OK，现在它就结合提示词和我们的关键词了。那我们全选一下，然后我们。告诉 GPT 去操作一下。哦，好像我要登录才行。OK，现在 GPT 已经给我分组了，把这些关键词给它分组。分组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优先级，去给它做更进一步的操作了。那这里有一些关键词，还是没有必要的。那现在它给我们生成这个表格是这样的。那我们还是用 Bing 吧，Bing 它直接导出表格，稍微方便一点。Bing 和 Bard 它都可以直接导出表格。上次我们操作了。这里关键词太多了，它弄不完。那我们还是将就用这个 GPT 的吧，直接把这个表拷过去，拷到 Notion 里。